的话，我想应该是年轻人会用一个团体来讲。我跟处长，我今天在讲，我们打选战的时候，好，我用简单的东西，然后能够放在我的身上带出去，我是这个是特色，这是我们研究名字都出来的，哦，你会当选，哎，是这样，我的意思就是这样，能够大家集思广益，谢谢。这个意见很好，就是我们的 local